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白嘉琪再度展现超强电力，在民视除夕特别节目《民视第一八八八金好运娱乐城》大发倒奶，浑圆地奶展露无遗。这次他以行李箱舞蹈性感魅力击棒，让现场所有人都大呼被电到受不了，让他笑喊很开心可以电到大家。白嘉琪笑说，这舞蹈难度最高在于速度很快，还有行李箱的排序，舞风带点雷鬼，练习了2个月，这舞步真的有点复杂。白嘉琪每一年的表现都希望有别人以往，这次运用雷鬼舞风，再加入很多臀部动作。不过白嘉琪也因之前尾椎受伤，所以练习起来格外小心。为了练这支舞蹈，白嘉琪还瘦了4公斤，让他说真的是很耗体力，但跳起来很过瘾。这次过年白嘉琪会带小孩、爸妈以及爱猫到花园户外走走，也会包吉祥数字给家人。孝顺的他还亲手打理四代同堂的年菜跟年货，要与全家人一起开心过好年。白嘉琪大方岛地奶，民视提供白嘉琪自创行李箱舞，民视提供白嘉琪大方岛地奶，民视提供。